最近吃这个泡椒嫩笋吃上瘾了，吃上瘾了。一人餐够大过瘾，汁水还多，我吃上就老过瘾了。不喜欢吃泡椒笋的一定要尝尝这个，里面有的有一个的，有的有两个的，它是论克重称，它是称重的。那你倒没话说，过瘾，一个字过瘾。嗯，汁水老多，足了。然后再来一包，这个里面是干啥？